比较强，隐蔽性也比较强。哎，看着这个马龙的回球技术是真好。对，所以马龙的技术确实全面啊、嗯。尤其你看最后拿分的这把弧圈球拉的。对。我想他。马龙的发挥状态实在是好。对。哎。对。比分追了回来，雷振华五平。非常出色，这几个球处理的、嗯、好球，看到这次被雷振华是摇了、啊、有的时候奇迹就是在不经意间诞生和出现的。雷振华今天的状态哦，尽管有些运气成分在，但是雷振华击败了马龙，雷振华暂时领先了。对，从这个第一节来看，雷振华确实是打得非常出色，现在马龙已经开始有些紧张了。哎，漂亮，手感和气势就这么回来了。对。现在马龙的这种球的质量也不会。好的，可以，哎，对，可以，哎呦，像这种球，节奏上虽然有，况之下马龙就把这个机会抓住，对。保守，嗯，那也是告诉雷振华球要抛起来，一比一平，现在双方大比分打，来发球，不要有任何想法，全力以赴去拼，嗯，没错。已经连防了两把了。哎，这个球挑。因为这个观众啊穿的这个衣服是白色的、嗯、跟这个球的颜色一样。
哥来到了死平。能多少心理和思想上也有一定的这个想法。嗯，不知不觉间啊，马龙没有第一盘打好转得那么自信了。谁要是先取得领先的优势，好，好的，8-7，我们不是没有创造奇迹的可能。好，哎呦，评分，好的，雷振华加油，雷振华加油，好的，雷振华，12-10。要比宁波海鲜速递队要弱，对，但是现在打到这一局了，我觉得没有啊，一分一分打。哎，积分这是这个偶然性真的是很强的，对，再追了，这每一分都很关键。嗯，好的，先拿一分，一平，宁波队，对，哎呦，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擦边。擦边啊，慢动作给的很明。如果是下边就会算输，如果是上边就会算零。慢动作我们来看一下，来，应该是上边啊。裁判员还是把这分呢是给了马龙。服从裁判，服从裁判。比赛，希望这个球别给运动员造成什么影响啊！马指导还是很。马指导先生。今天的两个裁判员呢，一个是吴威，一个是李丽。郝帅跟马指导都是在围着裁判要说法，因为这个球如果从网子上面的，看来尽管是我们表示了申诉，但是裁判员对于判罚是不要动。
啊，这第一次呢，马指导没有叫暂停，而是去申诉。边上，主裁判是。对，但是现在你看这个网球会有鹰眼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乒乓球是不是也应该不好判断？我个人觉得啊，这就更需要一台这个高清摄像机跟着了。其实你看副裁判的也是有桌子的，摆。宁波海淀速局这边叫了一个暂停，这个球啊的水平，对，在第一阶段的主客场的比的一个战绩了。